大家好，今天咱们做呀、啊、老东北菜啊，尖椒肉段。打切切，别顺丝了，顺丝就不好吃了。这个切成三角块，这个尖椒太大，然后呢再滚下刀，把这个籽啊拿出去，小的呢就是滚刀块啊。看一下啊，我切这个葱，这个葱白，豆瓣葱，算拍一下，拍一下这味儿浓啊。这个菜呢要突出点蒜味，红椒配一下色，切成三角块。下面呢看肉啊，肉要喂口，酱油不要太多啊，拌均，干淀粉，油，清水。朋友们看啊，挂糊挂到这个程度，往过下的时候别那个挂着个糊里里拉拉，看那都是，那不行，那就是糊没调好。这个油的温度呢，六成半至七成热啊，这是最好。这是下锅的时候，等待再冲炸的时候呢，要七至八成热啊，下去色儿就上来，那是效果最好了。二次炸呢叫冲炸，冲炸有两个好处，一个呢让它再炸的酥脆一点，二一个呢是叫吐油法啊，吸进去的油啊，通过这个旺火热油一炸，油就吐出来了，不然都吸到面粉里去了。朋友们看一下啊，这个先捞出来，捞出来呢有这连着一块，用手拽吧拽吧啊。咱们这个灶台啊，不像那个正常在饭店那个灶台，是吧，一打就开了，就火也上不来了，它就粘一块了，你有时间就给它掰不开就行了，你这样的就掰一下吧。加入清汤，这叫碗汁啊，加盐，少许的盐适量，糖口略微大一点点，加上醋，米醋啊，醋口稍微大一点，再加入香油少许，淀粉，这叫碗汁儿，又叫红魂汁儿。把蒜呢放到这里，再加入材料油，下锅。现在这个温度就算七成热，朋友们看一下啊，漏肉的地方来个特写，来个特写，好，这个颜色就好了。尖椒下入油锅，冲炸两秒钟，出勺。圆勺留少许底油，放上葱姜，放上主播料，翻一个字，把这个红魂汁用碗啊勺子上下打一下，好了。朋友们，尖椒肉段做好了。这个菜呀、啊、要放青椒啊，就叫青椒肉段，在东北比较实行这个菜啊。这个菜的特点呢是肉呢是外焦脆里松嫩，
啊，闲鲜适口下酒菜。有什么需要给我留言，喜欢关注我。